他的这个我们都觉得他是有智多星的这个，我们可以很多人对他有不同的这个给他不同的称号，好不好？但是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新闻敏锐度啊，确实是我们过去这一段深厚的新闻专业经验，是我们都很羡慕，也很希望能够追上。所以在纽约这段时间，我相信苏布这么长的一段观察，他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相信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可以跟大家再分享。各位主管、各位同事、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六年多以前，我接过外派的时候派来纽约，那时候就觉得以前我对纽约的印象就是那个看了李长记的那个什么秋天什么？觉得纽约秋天，对，觉得纽约很漂亮，其他人没什么概念。后来在斯大林画，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它金融，还有时尚文化，最重要的是美国政治。全美国十大报纸前有四个报纸跟十大在这就在纽约。然后我以前在新闻局是处理媒体，还有在交通部内政部待过，一二十年都是在媒体跟媒体打交道。那纽约这个点，它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它的经贸、观光、文化、侨务、政务，所有的 event 都会跟媒体多多少少发生关系。所以你没办法处理好媒体关系，关系到你后面的 performance 整个 output 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我这个。这么久的跟媒体的打交道的经验，其实很多两造的紧张关系都是我们不懂媒体的需求。比如说你要怎么包括新闻，你怎么去满足他们的需求。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些，我相信不是紧张关系，而是核心的关系。但是很多人就缺乏这种经验。这个经验我认为在学校念书也是学不来，你一定要在第一线工作过，你要处理过各种不同的状况，你才能累积不同的经验。而且第二个，经验有时候害死，不是现在的经验都可以作为以后的经验，每一个 case 都把它当成全新的 case 来处理，全新的哦，你必须有不同的 perspective， 因为不同的议题可能会牵扯到不同的状况。所以在这边就是说，你累积经验，但是你要创造新的经验，这是我的心。第三个就是说，以后我的接任人选杨副处长，大概认识他。杨副处长他的 EQ 非常好，脾气也非常 nice， 绝对耐超耐。你们知道在那个宾州处理孙安佐的案件，他去探视的时候出来跟你们互动，大家我听到的话非常好，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所以我相信他将来一定可以做好这些工作，绝对没有问题。好，谢谢大家。部长跟大家见过面，他呢，主要的工作之前，在北美司也待过，在国际组织司也待过，甚至也曾经被借调到国安会去过，所以他的经验非常丰富。那但是之前的外派的地点主要都在西岸，所以我跟他讲说，北东跟北西很不一样哦，让大家听听看他到了这几个月的心得。那我就先简单自我介绍好了，我叫杨光斌，相信很多这边的媒体，那侨界活动上面。说因为我还没有正式的机会跟大家见面，那我最多简单的跟大家说稍微介绍一下自己啊。我自己有94年进外交部，那大概已经24年的时间，就是我们刚刚大使对我们介绍，实际上大部分外派的工作都是在美国，只有美国一个地方然后都在西岸。大家知道西岸是一个比较生活步调比较缓慢一点的城市啊，那这个工作的步调上没有像这个东岸这么快速，而且我了解是从我这边几个月的经验里面，我发现这边的事情的复杂度要远远的比之前我待过的单位都要高所以我非常荣幸在去年11月来到这边报道以后，我就这边学习了很多很多。虽然我负责的之前负责的业务主要是侨务当然还有部分是义务的工作。
成大使之命呢、啊，我必须要承接这个叔父这个工作。那我这几天其实有跟他交接，跟他报告。我看他虽然体格上不是非常特别壮硕嘛，不过我确定他实力真的很大壮。要训练他的那个 shoes 真的是相当一个相当的挑战。那我也是用这个谦卑、谦卑再谦卑啊，来学习啊哈。那我跟各位媒体朋友报告，就是未来的工作哈，我是非常期待啊，能跟大家能够配合工作，建立很好的工作关系。那我也会一本初衷啊，这句话是书教我的。一本初衷，在我在侨社服务的这个热忱啊，我拿来这个跟各位媒体我来做一个啊很好的一个服务。那我相信我们经文处在大使领导下，我们大门都敞开了，经常办很多的这个活动。希望各位媒体朋友给我们多多支持，也给我个人多多的指导。谢谢大家。Big Shoes， 对不对？那个我先讲我的名称，叫做张俊玉工厂，张才俊的俊，富裕的裕，就是这个英俊又富裕。1997年加入外交部，就是说比这个杨副座稍微晚3年，然后我过去的那个在国内的工作资历呢，是包括。事务单位有理工局，接下来有两个政务单位，事务主持有美美师，然后这个在出来之前在公中会，公中会就是先前外交部的这个新闻司，因为有时候跟大家讲这个公中会，大家说哎公中会是什么，就其实就是他的前身就是新闻司。那么在海外的工作资历来讲，我曾经第一次外派是到麦里瑞亚，接下来到夏威夷，前一次外派就是第二次外派，我4年都是在加勒比海的这个 San Christopher Nevis。那不管我是在第一次的这个赖里瑞亚，或者是夏威夷，还有第二次外派的这个 San Christopher Nevis， 在我的工作职责里头都有跟媒体朋友、当地的媒体朋友这个互动的一些经验。那么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也是承这个大使的指示，我会承接我们这个我的好朋友，因为他真的是我的好朋友，多年的好朋友，杨副处长的工作。那除了这个地方政务，还有一些内部的事务之外，跟本地这个侨民哈大众比较有关联的工作职责。包括领物饮食事务，还有这个常务，所以杨副处长他也请到了我们这边资深的，是告诉我，本处呢跟本地的媒体朋友都有很好的互动，然后本地媒体朋友们也对本处有很多的这个协助，我们希望以后大家在这个侨社看到我这张脸，也要给我同样的。各位还有我们杨副处长的这个支持那不管旅游方面，我们也都会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规定的范围都给最大的最妥善的办理。谢谢大家。
就是部里面的政策啊，认为这个教育部的一级主管啊，都应该有这个国际毕业的机会。那我个人接受这样的挑战，也是非常的诚惶诚恐啊。正如刚刚大使提到的啊，我虽然在国内生活吧，这么多的驻足啊，但是我亲身到第一线打仗，这是我第一次的经验啊。所以也请大使、副处长还有各位主管、各位媒体朋友们多多给予指导跟支持。那么挪威教育组在这里最主要的工作啊，事实上从部里面的指示啊，目前部里面推动了最重要的这个玉山计划，就是我到纽约来跟当地的学界侨界来联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计划。我们希望在玉山计划一个政府大力支持这样的计划之下，可以把我们优秀的学人来加强跟台湾的连接，也把在当地留下来工作的留学生有机会在玉山计划的延揽之下，能够回到国内来服务让高教的体系能够更有创新的活水来带动国内的进步、高等教育的进步跟发展。另外跟美国、台美的学术交流也会是在这边主要的任务那因为纽约是这个万象之都尤其有全国有全美的八所世界百大就可以在我们的辖区所以跟这么多重点大学的学术交流怎么样推动，尤其怎么样加强我们的学生有机会出国留学我们教育部的统计我们出国留学生的人数有一点令人担忧是人数是越来越少那这个部分因为当然是因为国内高等教育非常的蓬勃，那一方面也是需要实力在当地就开拓更多的机会，让我们国内学生有机会来实习。我少讲一件事，蓝主任是外贸协会派驻纽约第一位女性的主管。好，所以没有人像我这么幸运，那我想我应该是很幸运的。